雪山，会躲在太阳不愿意找到的地方，不敢伸张，因为害怕吵醒他之后无处躲藏，该怎样能怎样，谁明白，谁也管不上，总以为再大的事时间久了就会过去的，所以假装一如既往对着自己的人生撒谎，但什么是活继续着，时间过去了，问题决定在这，天满上